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我想这也就是共产党的初心，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毫无顾忌，大胆的求学，大胆的探寻，一下子把中国文学跟世界的现代文学拉到一个水平上。对农民的感情是神圣的，农民会笑，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转变。中国需要他这么一本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的一本刊物。这个新小说到今天也已经融入到大众文化了，它能够把一个时代的一个宏大的面貌能够呈现出来。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6岁的小皇帝溥仪还在祖上传下来的紫禁城里，用着大清的年号宣统4年。此时距离他被退位仅剩42天。不断有人来到北京，年轻的、年长的都有，主要从南方来。这些人穿着长江流域流行的衣服，不少人还穿着西装。虽然西装的裁剪并不精致，但可以感到古老的中国正处在旧体制进入新纪元的过渡期。这些留在顾维钧回忆录里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人中间，就有从日本留学回国已经3年刚过而立的周树人。1912年5月初，已经入职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周树人由水路从南京北上，住进了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成为民国教育部的一名公务员，准备着成为鲁迅。许寿裳是鲁迅一生的知己，用我的话来讲，也就是改变鲁迅命运的人。许寿裳跟曹元培可以说是师友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许寿裳在和蔡元培介绍鲁迅的时候啊，包括他的意外小说集的翻译啊等等，就是一种开拓者的形象，一种不凡的文化的眼光啊，对蔡元培都有这样的印象。开始其实鲁迅是从文学青年成长起来的，他开始是想通过翻译、通过写作来谋生当职业的，最后发现不行，他很可能饿死，所以他必须要去找个正式工作。曹元培正好当教育总长，经过许寿裳的推荐，曹元培说啊，正好这个人我也久慕其名，这么就来了。那么就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了一个政府的官员，或者搬到了北京，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舞台。北京繁忙的西单路口南边大约300米左右，路西有一条极不起眼的小胡同，这里的清学部就是民国教育部的旧址，是周树人在北京14年间办公时间最长的地方。这份由蔡元培延揽、经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签署任命状的工作，是周树人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职业。1912年5月10日，周树人在北京上班的第一天，他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晨9时至下午4时半，至教育部逝世，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走进鲁迅博物馆的陈列厅，一进门呢，就看到这样的一句话，是鲁迅所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
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现在呢，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去追寻鲁迅的人生之路。1912年5月呢，南京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来到北京。鲁迅呢，在北京呢，当时被任命为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第二科（括号兼巡视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他管的这个范围呢，我觉得相当于文旅部的范围，非常的宽。听起来鲁迅应该是，忙不过来的。但是其实他管的很多范围，在当时的旧中国是空白。他的很多的工作是筚路蓝缕的开拓的工作。那个时候在教育部呢，支持蔡元培提倡美育，现在不是提倡德智体美劳吗？蔡元培提倡美育，但是应者寥寥，鲁迅是一个。他当时利用业余时间讲美术略论，但是听众也没有几个，所以鲁迅当时也是很寂寞的。无论身处何地，异邦还是故国，寂寞或许都是成年以后始终漂泊的周树人灵魂深处的底色。有研究者说，这时的鲁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晦暗的影子。北京不仅是风俗习惯与南方不同，饮食也大不一样。北方人爱吃杂粮、面粉和小米，南方称为鸟食。北京的很大一部分居民是满人，他们说着声调轻柔的官话，纯粹的官话，仿佛这座城市特有的腔调。男人仍梳着长辫子，女人的发饰极为别致，颇似日本女人的发饰，但不笨重。不论男女，打招呼的样子也很特别。躬身屈膝，相互为礼。这是于周树人先后抵达北京，年仅24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顾维钧眼中的北京。他身处权力中枢，身兼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总理唐绍仪秘书，心境自然比教育部监视周树人松弛得多。在绍兴会馆记住的7年，大概是周树人一生中唯一一段能够静心思索的时光。如果可以重现他内心经历过的求索和挣扎，对于任何一位鲁迅研究学者都是极有诱惑的事情。能够确定的是，他刚到北京的第一年，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到距离绍兴会馆不远的古玩街琉璃厂去收集碑帖、拓片、造像、古籍，那份沉潜的热情，出人意料的亢奋、长久。鲁迅呢，他一生中的至少在琉璃厂逛过484次，我很佩服研究人员能够统计出来啊。他逛琉璃厂买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就是这些东西。喜欢用沉默期来概括他在绍兴会馆的7年呀、整个北京的7年。那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当然是因为我们还是刚才我提到，我们对于鲁迅的接受是一个逆向的过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作为高峰的时候，那我们再回头看，我们概括一个作家的生平，总喜欢给他分期啊。哎，你看这段时间他沉默了，为什么？他没有发表文章啊，他没有表达，所以他沉默了。鲁迅呢？他认为汉代的艺术呢有一种沉雄博大之美，而且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汉代啊，它是一个完全不会有就是被异族所征服的那种担心甚至想法都没有，非常自信的那样的博大的艺术。因此呢，鲁迅呢非常推崇我们去继承汉代艺术的这种荣光。他有一篇著名的说法，就是遥想汉唐多少红范，就你遥想汉代和唐代啊，我们的文化多么的自信啊，这个绝不会因为吃了牛羊肉就怕自己变成牛羊了呀。
就是只有一个人的胃身体不行了，胃坏了，吃什么都哆哆嗦嗦的，吃了以后呢，肚子里面好几天胀气，不能消化。但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不会这样的。他为什么在回国之后有十年在整理传统文化？其实鲁迅也是乐在其中。你看他整理的这些古籍啊，他抄的古碑啊，我们要深入的思考一下，他在抄什么？他在整理什么？这些难道和文学没有关系吗？包括他收藏的汉画像啊，这个拓片上都有四言的这样的一种榜题，这种图赞，像这样的文体在《文心雕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对这种文体的概括，这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各种的文体。那么，我觉得鲁迅在这个期间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全面的思考中国文学里的文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如何去进行一个现代的转化。他呢，集校的这个古籍手稿，仅出版的就八种之多，250余万字。他呢集校的嵇康集呢是10余次集校，还曾经9次集校谢灵运集。鲁迅的这种治学精神呢，许寿裳说是考证精神义无犯。当周树人在教育部筚路蓝缕的筹备京师图书馆，开辟中央公园，考察新戏，审核小说，组织美术音乐类的公共演讲，规划历史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现代化的文化设施和活动的时候，比周树人年长2岁的安徽人陈独秀，则因为推动当地的反元独立斗争，被北洋政府列为头号要犯，遭到通缉、抄家，他不得不背井离乡，第五次流亡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在域外，鲁迅兄弟是在东京，郭沫若他们、郁达夫他们创造社也在日本，这个胡适之他的这个叫什么白话文运动的整个的想法，也都是在美国构成的啊。那个李金发他们的象征主义诗歌啊，戴望舒的这个诗歌，包括后来的爱情，王都清是在法国，所以。法国、美国、日本，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这个重大的三个起源地。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需办杂志。1915年6月，陈独秀怀着如此豪情回到上海。不久，在自己的住处发租界松山路南口吉义里21号创办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杂志。最初它叫《青年杂志》，1915年刚创刊的时候，但是因为和《上海青年有重复之嫌，后来改为《新青年》。那么它非常鲜明的把自己定位在这种新鲜活泼的形象，把这个腐朽的老旧的中国抛在后面啊，这是在当时所有的这种。杂志当中特色是很鲜明的啊，我们都说德先生、赛先生啊 ，democracy 和 science 提倡民主科学。那么在民主科学这两个大旗之下啊，他是通过各种文体来宣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启蒙啊、文化启蒙的观点。国事临沂，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质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陈独秀看来，民国初年那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闹剧，毁弃共和、复辟帝制，仅仅只是恶果，而恶因全在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里教。于是新青年的思想启蒙必须也只能落实在伦理思想层面，能够担当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们。这个新青年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他有健全的体格，不是中国古的那些公子哥儿，知道吗？那个啊，瘦骨伶仃，文弱书生，不是那模样。第二，就是思想是新的了。陈独秀最恨的就是那个做官发财的思想，新青年就不应该有这种做官发财的思想。我想这也就是共产党的初心。对内他要张扬个性，对外他就是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新青年。旨在开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新运动，为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储备新型的官员和现代公民。新青年的读者群无远弗届，既有湖南青年毛泽东，也有留美才子胡适之。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之雷音。那个时候胡适在美国和留学生之间其实已经讨论的时候提出了文学革命这个口号啊。那么胡适就给陈独秀写信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文学应该怎么转型，提出了8个主张。陈独秀看到之后非常兴奋，除了其中两条他认为不太赞同，其他他都非常赞同，所以马上就给他发表，还建议胡适把这个再好好改一下，形成观点，写成文章。那么胡适就把它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啊，《文学改良刍议》很快就发表之后，陈独秀又写了《文学革命论》。那么这个我们都众所周知，是新文化运动的可以说是号角啊，就是在新青年的阵地上发表出来的。那么胡适当初是没有预料到的，他还是用了一种商榷的口吻，但是陈独秀就把他推到了一个急先锋的位置啊，而且自己马上写的是《文学革命论》，这就掀开了这个新文化的序幕。胡适在大洋彼岸酝酿文学改良刍议，希望推广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运动的时候，1916年12月26日，刚从法国回来的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接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以《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震动国内学界的《新青年》杂志当然不会被蔡元培忽略。他邀请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胡适还没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为他备好了教职。在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不拘一格广揽新锐的时候，他只交给老部下，一直没有升迁，一直都在绍兴会馆里做暗勾符的周树人一件小差事，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这个图案被刚刚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的刘半农打趣为一张哭脸。那么这个北大校徽很简单，其实刘半农就觉得像个哭脸，就好像现在的表情包里的一种。但是真的我觉得这个 logo 越简洁越大气，你看这些经典的 logo 都是非常简洁的，所以北大这个校徽一直是沿用到现在，无法被取代，这个含义很深刻。它灵感来源于瓦当的这种图案，这个呢是两个篆字北大组成的，这两个篆字呢，我们乍看起来像一个人托起两个人，这反映了鲁迅立人的观点，就是立国守在立人，一个国家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而且也反映了北大的这种兼容并包以人为本的精神，而且呢这个整体看来像人的脊梁骨，这也看到鲁迅对于北大学生的殷切的希望，就是北大的学生应该担起社会的责任。鲁迅的文学作品当中他的创作部分啊，我们用计算机统计大概是300万个汉字，但是其中有21000多个都是涉及到人，所以他是关心人的主题，他期盼的是民众能够从地狱里边涌现出来，成为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他就说将来的社会呢，
是容不得吃人者的社会。那么一个时代是暂时坐稳的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那么他所向往的社会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朦胧的，他就称之为第三样的时代。第三样，这个第三样是什么呢？但是说不清楚，到了晚年他才有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倾向。36岁的周树人并没有在北大校徽设计稿上留下他的设计思路和理念，我们在他成为鲁迅之后的一篇文章里找到一段话，或许可以成为这枚校徽的注脚。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死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们作为开拓者，走在时代的前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非常的孤独。在这个拓荒的过程中，他就深有感触，啊，他强调立人嘛，就是强调个，就是你这个个体要站起来，整个的民族才有希望，才能成为硬骨头，精神上才不缺钙。那么，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是新旧的痕迹在身上都已经错综复杂了。那么，我们希望后来的人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种把沉重之门抬起来啊，能够到光明中合理的做人。具体讲到这个鲁迅，作为一个白话文作家，横空出世啊，有些人想当然的认为呢，他这个就是在绍兴会馆憋出来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比较的简单。老实说，在绍兴会馆的时候，他所接触到的新文学的东西远远比不上日本时期。只不过冰清年在呐喊，在提倡，在讨论这个白话文这个理论，跟文言文进行论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同学钱先同啊，去鼓动他去啊，鼓动他去，就把他过去早年的这个文学热情给又挑起来了。那么他本人就是说啊，后来在这个杂志上发表创作的白话小说的是鲁迅，他用历史家的语言来讲自己啊，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和我们的一般的印象不同的是，我们可能认为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这个过程中，作为主将的鲁迅一定是最初就冲锋在前拿着大旗的。其实鲁迅那个时候呢，最开始是冷眼旁观的。他说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这个时候他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北京，他作为教育部的官员，一瓢一瓢的政治冷水把他浇得透心凉。这个时候他的好友兼同学钱玄同深知鲁迅的实力，他用了一个办法叫屁股生根，老北京话就是屁股沉。那个时候呢，鲁迅上这个在教育部上班呢，他的这个应该来说朝九晚五的还是很规律的。鲁迅前脚从教育部下班到了当时他居住的宣武门外叫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这个钱玄同后脚就跟进来，然后就跟他聊，一聊经常聊到大半夜。中心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希望鲁迅为《新青年》杂志投稿，于是两个人就有了一段著名的铁屋子里的对话。就说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铁屋子，万难破毁，屋子里的人昏睡以致死灭，你非要叫醒几个让他们承受临死的痛苦，你觉得很对得起他们吗？钱玄同就说，你怎么知道叫醒几个就没有打破这个铁屋子的希望呢？鲁迅想，对啊，我之所谓无不能包钉，他之所谓有。为了这样的希望，鲁迅从沉寂走向了呐喊，而他的第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就是他的《狂人日记》。以一座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来指代象征那时的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周树人终于在沉默中爆发。《狂人日记》以简洁流畅的文言讲述了日记的由来，以狂人内心独白式的日记作为小说主体，以一声让人不安的狗叫声开始，
拆解，显微了千百年来都静谧悠然的古中国的月光。他看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他知道中国的问题不容易解决，因此呢，他说他的小说比谷歌里的小说，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更加忧愤深寡，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不可能像创造社这些人大呼小叫，是吧？那个他必须要摆出一种冷面孔，呵呵，但是呢，理解他的人呢说，在这个冷面孔下面有一颗炙热的心，这就是真实的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一下子把中国文学、中国的新文学跟世界的现代文学拉到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大多数当时的思想是跟不上，是没有办法认识这个。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吧没有参考书，要翻译吧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自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这只是鲁迅的自谦吗？狂人日记何以成为为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基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又何以成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全部创作的总纲？